要说新赛季打什么来钱快，那肯定是迷雾荒岛啊。这里的箱子集中，装备还好呢。就是鹿皮的队友不太争气，电梯已经上去。这个时候门上贴一个地雷，等开门时再丢个蓝烧瓶进去，非常的精准。不爱。没想到报警了呀！气急投一个，可惜只有一个磁条。捡完发现有人过来背刺我，本来想出去的，结果听到电梯又下来了。好在我的反应够快。这货又掉了一个气急头，开局三个头，这不撤离都对不起自己了。开电脑过来发现一个在这里，没想到前面还有两个。我去，有个坑，先丢个蓝烧瓶过去。OK 啊，直接灭队。这局咋回事？怎么全是掉头盔的呀？不过你的包好肥啊，这个就没那么幸运了，掉了个左叶妹控。不过听说妹控削弱了，你们有感觉吗？现在把剩余的箱子开了，全部收完都已经580万了。过来看看空投还在不在？哎，居然还在。那就在撤离前顺手把科技馆的 boss 打了。你们说只用 AMR 能淘汰他们？没想到只用了14发就够了。boss 还爆了个层，黑鹰七级宝，再丢个头盔吧。现在撤离看看赚了多少。OK 呀，净赚415万。小子牛。